表情唱腔超到位，陈奕迅队的杜欣莹一开口，气势震折整个舞台。而刘欢的爱将表现同样超亮眼。树枝上，树枝上，藏着嫩叶一片。之下，那一战队出师不利，一开始就被淘汰两人，直到学员李雅上台才扳回一城。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，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，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回到二十岁狂奔的路口，做个新的影子的歌手。我以为今天我们都不行了，就怀疑我自己的能力，差点惨遭剃光头，让那英忍不住痛哭失声。循环淘汰赛才刚刚开打，激烈战况就让人嗅到浓浓火药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